大家好，我是 Chef 謝森，來自廉坊酒店。今天我們是介紹乾燒蝦，是四川菜的一種明蝦，是由四川的豆瓣醬來煮的，是帶辣甜辣甜的，有多少酸酸地。首先現在我們落蝦，多少生粉，我們下去炸。通常咁樣中等嘅蝦咧，我哋大多數係炸七分鐘至八分鐘到就可以噶啦。呢一個口我哋隔油隔咗去，剩翻少少油向鍋，然後我哋落蒜姜，跟住爆香起，嗰時候多住香味啦。我哋跟住落豆瓣醬，大概兩茶匙到，即係一湯匙椒醬、茄汁，加少少水。跟住我落茶匙糖、雞精粉，至到嗰個汁差唔多結多少，我哋可以放蝦落去啦。等你差唔多好，我哋落多少葱。OK， 我哋可以上碟。OK， 呢個就係我今日介紹嘅四川乾燒蝦。